上海这家霸王茶姬一天出杯量高达2000杯，现场的操作员工都有17个，所以他们上了2台全自动奶茶机，左边里面这台就是主做堂食的，贴完杯后拿到这边直接扫码出茶汤和奶，右边还有一台是专门做外卖点单的。每台全自动奶茶机旁边都有配水8台，在这边完成最后加冰打奶昔的步骤，完成就可以倒入出品杯了，做好之后直接封杯出餐，在堂食和外卖的中间贴杯，提高二者的效率。台面做了分杯器，方便拿取。从他们的杯量看出来，真的是非常忙。如果茶底或者是牛奶快用完了，员工会提前加料，也是很简单，里面就是一盒盒不同的茶汤和奶等，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而定制。如果你也需要开店，就关注我吧，带你了解更多茶饮设备。